何雁詩識煎蛋，鄭俊雲笑住感恩。昨日鄭俊雲就舉行補足34歲生日 party， 特別邀請了300多位 fans 到場一起慶祝。問到他女友何雁詩送了什麼生日禮物給他的時候，鄭俊雲就表示除了送了維他命之外，最開心就是女友知道他喜歡下廚和看阿爺廚房，特別送了李家鼎的烹飪書給他。不過對於女友的廚藝，鄭俊雲就說現在已經好很多了，至少懂得煎蛋。朋友送了什麼給你？对呀，佢送咗维他命啊，维他命搞笑嗰啲啊，佢系林体系维他命，成粒送你，系咯，佢唔系买咗一张嘅维他命之后，我觉得最好嘅佢知道我中意睇阿爷厨房，佢又买咗佢个嘅 cookbook 系食谱俾我，我呢个好开心。但你会跟厨子啊？我想都會研究一下嘅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鼎爺嗰個節目啦，同埋真的覺得佢真的很犀利。女朋友一齊煮過嘢食啊？我都有煮過嘅，但係未試呢個食譜咯，但要研究嘅，因為佢真係都幾難喎。係啊，好難啊，真的要研究。係啊，真係大廚嚟㗎。係啊，所以要細心啲去睇。中菜都中意啊，中菜 OK， 西餐又 OK。你煮俾佢食。多數我想佢你女朋友唔識煮，係啊，佢而家好咯，好好多，佢而家先好好多，即係之前唔係好得，之前食過啲咩地獄嘢啊？唔係，又冇咩嘅，即係之前又好似佢冇咩煮，喺廚房又唔係咁識。十隻蛋嘅，係咯，食嗰啲咯，即係。你食啲蛋都唔識㗎你啊？都而家都識嘅。之前唔識啦，而家都識，之前唔識。仲要 OK 嘅，係幾好。